我的家就是这一两百个小朋友，因为我本身就没有父母的啦，我本来就不是正常家庭小孩的小孩，现在这就是我很棒的一个家。好，来，那扁扁，小四，我是老大，不准吵，老大是阿姨，谁想当老大？啊，他们吵架了，听声音，扁扁又是你，大长哥不可以，亮狗别玩花样了。我那时候自己租了一种八平的那种上下楼的房子，其实两个三五六七其实还好，但是没想到越旧越多了，邻居们抗议，丢石头啦，泼水啦，砸我的洗衣机啦，弄把我玻璃踢破啦，什么都有啦。后来没办法，只好到山上来找一个地方租的俩嘛。其实我那时候搬过来，我还不知道我是设立狗园，谁知道人家一丢来就一窝就是六只八只十只的，这样子一窝一窝的丢来。哎呦，没饲料就是我上了，医药费这样子缴不出来了，不行，我不是生病了可以放着不去医院的，我难过啊。常常尤其身上没有钱的时候，就会希望在路上不要让我看到死，因为我看到了不可能不救。如果身上有点钱了，我一直在喂的那些狗，老狗，小黑，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出现给阿姨看到，阿姨帮你收最后一摊子，一定要让阿姨帮你收哦，记得哦。以前我很恶心的一个想法，我会赚钱，我哪需要付款？谁知道，哎呦，饲料是无底洞啊！刚好又碰到瓶颈吧，就救到的都是犬瘟，送医院的医药费压死我了。然后就一个朋友就在医院里看到我不像人的生活，他心疼了，就刚好上网偷了一下篇文章。结果那一篇文章就突然的很多人打电话来，哎呀，我可不可以去看你的狗？我可不可以捐一点饲料？我可不可以募款？我那时候还觉得我那朋友鸡婆，后来才发现，天哪，真的要感谢他，让我少了一点负担。绝对不可以放弃，绝对不可以。稍微有沮丧过，就是没有饲料了，没有医药费了，或是说就那种就不活了，生病就不活了，那种沮丧很痛苦的。可是不能放弃，我真的觉得不能放弃，不可以放弃。和爱、珍惜、怀念、感恩，是从小狗身上学来的。狗狗真的是天真，真的是单纯，真的带着爱，是非常值得人去学习的。去年走了六七只那种从那桥底下掉下来的老狗，哇，那一段时间真是伤心难过。可是还是得继续照顾，一定要走得出来。现在的小朋友走了，有的是知道他要走了，所以又熬的。那种突然走的，又觉得他以为他解脱了，反正就给自己找理由，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自己安慰自己。舍不得里面，就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，这样不知道他的未来了。他如果狗腿一点，他会过得好；那他的主人负责任一点，他会过得好。可他的主人只是为了要他雇工厂，永远绑在那里。我常常会觉得，不如不要去，就跟着阿姨好。可是跟着阿姨也会有打架的时候，越多阿姨这个三八一直在救，又不是说救你们几只，然后又不是说你们永远都吃肉罐头，都有肉吃，所以那种还是要让他们接触家庭的机会是最好的，被单独的疼爱。对，我给他们的还是不够完整，虽然说，哎呀，已经比流浪狗好多了，已经比什么一间一间关起来好多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完整。我太不自量力，我一直在救星，所以他们原来的幸福、原来的爱，还是在被剥夺当中，所以
我是有点心疼他们不够幸福，我当然希望他们再幸福一点。如果我中了乐透，我要买一座山，那一座山里面只有爱对我的人可以进来，所有流浪狗通通可以进来，这是我的梦想。阿姨觉得和狗狗在一起幸福吗？幸福啊，当然幸福，幸福，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是很满足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知道的，他是用默默的、无奈的这样子，让化你的心情不好。你心情好的时候，他吃食品，靠用屁股撞你，用什么撒腰，你的手不摸他不行。爱爱他们吗？哎呀，当然爱。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骗你的啦，没有啦，就是他们爱我，我知道，对。